静脉曲张都有哪些治疗方法？静脉曲张来说，我们基本的治疗方法有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。那么保守治疗来说的话，一般来说最简单的就是穿弹力袜。弹力袜的话，也是我们医用的足底减压的弹力袜。它穿上之后呢，它可以减缓这个病情的发展。实际上，我们说了这个静脉曲张一旦发生的话，它自己是不可能恢复到原状的。那么，这种保守治疗实际上仅仅是控制它的发展。那么，还有一种微创的治疗方法就是药物注射。药物注射呢，现在最主要的一些药物是泡沫硬化剂啊，不像以前的那种鱼肝油酸钠，它那个副作用相对比较多一点。现在泡沫硬化剂用的比较多的，像聚硅醇啊、聚卡多醇啊这一类型的药物，它的副作用比较小，而且效果也是可以说立竿见影。但是这一类型的注射药物呢，它针对的就是我们比较轻型的一些静脉曲张，它打了之后，它可以马上就缓解。那么还有就是手术治疗，手术治疗来说，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去除我们曲张的静脉。那么也有微创的，包括我们的激光闭合，还包括我们的以前传统的超波，还有我们有些严重的曲张的病人，我们可以用旋切的方式，这都是原则上都是要去除我们的病变的一些血管，以及闭合我们的血管，保证不再。